大家好，我是阿周。这次影片呢是有点长，而且呢要花很多时间才看得完。为什么呢？是我在2024年11月9号晚上8点左右，在这边架设摄影器材，拍一下在假日的时候人来人往的台南市神农街的一个情形。
影片最主要是要呈现让各位知道，每当假日的时候，礼拜六的时候，神农街啊人潮真的很多，希望大家对这影片会喜欢。好的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关注我的影片，那同时呢我才有动力继续拍片下去，我们下次影片见。